一六六局长郭信良以及多位地方士绅手来起了姿势，比较行来顺着法师的指导，为这龙舟进行着点燃仪式。嗯，是啊，回头看一下好了。啊，又到了，这是我第一次点睛，但是也感到这个非常荣幸，尤其啊，那里啊，新泽龙尊哈，是那里国宝级的大师洪全瑞来啊精心打造，也当看了讲啊龙。龙的造型栩栩如生。我面上这八只木做的这龙舟，是屏东东港的尊贵师傅洪全瑞来操刀，用着香松木来打造，经过十个多月才来完成，跟一般管区所用的玻璃纤维龙舟是完全不同款。这是台南市政府，也是台南市民一个很大很大的重要的节庆之一，所以我们虎会在这边共同啊，为台南市未来人民的福祉共同来。开这个点灯的仪式，啊，当祈求呢，啊，一切平安顺遂，点睛圆满顺利。2019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二月3号到7号的安平运河来举行。今年总共国内外161支队伍3800多人来参加，而总奖金是高达到91万元。啊，希望讲所有咱的市民朋友以及所有咱的啊来自全台湾以及所有其他啊所在朋友，包括国内外的朋友。都一起来体验啊，非常有艺文味，非常有传统味。咱的台南市嘛有足济啊创新味，台南市的龙舟进度。配合着龙舟锦标赛，市府嘛规着周边的体验活动。23号伫安平国中有一场威龙闯天关的庆祝热端午活动。龙舟比赛期间，阁有端午大合唱、甲端午大手作、甲大乐横顶体验。6月3暗时，阁有一场摇滚艺文之夜。市府是欢迎大家过去这个高台南来看龙舟比赛，为选手来加油。南面新闻台以上台南采访报道。这是台南市政府，也是台南市民一个很大很大的重要的节庆之一，所以我们虎会在这边共同啊，为台南市未来人民的福祉共同来开这个点灯的仪式，啊，当祈求呢啊一切平安顺遂，点睛圆满顺利，也祝大家健康快乐，多谢大家，谢谢。